可以解药，我也有杜康。杜康是没有，但是呢，我午饭准备多了，要不要一起吃？嗯，总监你也知道，别人约你开会见面挺容易的，但是约我吃饭还挺难的。而且我最近手头转栏还有点多。行，那我去问问范建吧。等一下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我的 schedule 他一下就排开了，在哪就餐啊，总监？你一句话。 那就这样吧，没问题。哇塞，没想到总监您做的还挺好的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你这样夸人还挺暖的。来吧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之前每次都只有我自己吃，搞得好像我饭量很大的样子。我喜欢看你吃东西的样子。嗯？我是说。 我喜欢有人欣赏我的厨艺，我会很满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那我……这可太巧了，你们衣服颜色也一样，饭盒颜色也一样，这是不是就是 CP 啊？您还知道 CP 呢，大爷？那网上不是成天 CP 的叫吗？大爷，我也会上网，有什么学不明白的呀？哦，没错，我们俩就是 CP， 不过我们俩是。 工作上的 CP 哦，还可以吗？还行吧。